严小鱼嚟同我讲，我就会信你咩？严小鱼而家喺边啊？当然系送咗佢翻屋企啦。哎，点解你要送佢翻屋企啊？点解唔得？人哋有丈夫嘅，唔通跟你走啊？李默言，我要同你算账。为什么你要杀我？连环，我终于都帮你拿到把齐物剑。那把寒星剑是不是在连环度？原来寒星剑真系你攞咗，系啊，咁我爹系你杀嘅咧，冇错，就系为咗呢两把剑，可以咁讲，你咁都算系一个剑客咩？识得用剑嘅就系剑客。我识得用剑，你嘅手下已经俾我哋杀死咗啦。把剑由佢攞翻嚟，同你两个送上嚟都系一样啫。快啲揾小鱼。Hey!
小月呢？小月呢？佢喺边啊？吓？佢喺里边。佢冇事嘛？受千追。